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436页，436页第三行开始。我们先看一首偈：无垢清净光，慧日普诸暗，能复灾烽火，普命照世间。我们从这里开始研读这一首偈子，还是根据前面那几首来的。前面呢是讲那个观世音菩萨五观啊，五种的这个观察世间的那种观。那么这个呢，这叫那个无垢清净光啊，就是把前面讲的那个这个有这个有悲观有慈观，一共五种观呢，把它结合起来约束起来，就是空假中用一切这个用心能观之知，观所观的这个三种地理，三地就是三地三观，其中有空观、假观、中观。那么今天讲的这个叫这个无垢清净光啊，这种这个解释那个就是这个广大的前面的广大智慧观，广大智慧观呢前面讲就是大愿尽智啊，这个大愿尽智就是佛的境界啊。观世音菩萨他早就成佛了，他是有这个境界。那么这个这里讲无垢清净光，这个无垢的啊，就是这个本性上完全开发出来呀、啊，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垢了，垢是代表这个无明啊，烦恼无明都叫做垢啊。那么没有垢的这个光是清净光，这个光只有大愿尽智才能够发得出来。这个清净光比喻的话，慧日，拿这个慧日来比喻，那你这个无垢清净光啊，观世音菩萨有这种光啊，就是那个就像那个慧日一样，日我们看见是释迦这个太阳，它这个不是普通的日，是慧日，智慧的日，那不是我们反复看的这个现在看这个太阳了。它这个慧日啊，破诸暗，诸暗是就是那个观世音菩萨有这个慧日，慧日它的功能
就那破除的那个黑暗，黑暗从哪来的呢？就是一切众生啊，都有无明，无明有执着无明，就是见思惑，根本无明，那就无明惑。观世音菩萨这种清净光，比如是智慧的这个日头，就是太阳，它能够破除众生的啊一切的烦恼无明，有烦恼有无明啊，烦恼就是由无明来的，把这些破除。再呢，能复再烽火，众生那个人人都有这个，都有火了，都有这个火啊，心里就是黑暗的。这个火就把本性，人人都有本性，他把它障碍，把它盖住了。盖住了本性，他这个心里就黑暗的，他就做了些造的恶业，造恶业就得的恶果，恶果很多了，把它归纳起来，把它用这个讲话讲话，就是前面的七种灾难。那么七种灾难，再把它讲话，就有水、火、风，这三灾啊。所以能够根本的，它能够破诸暗。这个开始初步的，就能够把这个风灾、火灾，当然水灾也是在内了，能够把它扶得住，能够扶得住这些灾难，最后能够破除诸暗，这就靠什么呢？靠这个无垢清净光。无垢清净光啊，它是普明照世间，普明的、啊。这个是成佛以后，就是第八世大愿心智啊，发出大光明，大光明普照世间，它是普明照世间，就是这个。大愿心智，也就是无垢清净光，这是讲观世音菩萨，他这种这个大愿心智发出来这个光啊，可以照遍世间，照遍世间，那个不是那么简单呢、啊，按照。偶一祖师讲的十法界的二种生死，六道的这个分段生死，六道以外的变异生死，它能够啊普照世间，能够这些把这个两种生死，风水火都能够照，照的是普明呢，是讲那个结果啊，把世间都照得大放光明了，众生的话见思惑也照破了，根本无明也照破了，
这就成功了。所以祖师他拿这个四谛法来讲，普面照世间呢，就是道灭，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嘛。苦集灭道前面就是开始的时候，照世间开始的话，那是苦集，让众生明了自己的生老病死，世间的灾难怎么来的，然后啊，知道怎么个用功夫，要修道，修成功了就是灭，把世间这些灾难都灭除掉啊，最彻底的就把这个无明彻底把它灭除掉。所以后边讲这个普明照世间呢，包括是道与灭，开始我就是修道，修最后成功了就成就了，就成佛了。所以后面普明照世间这一句话，就是四谛法来讲，实际上后面讲修道修成功了灭，把世间一切无明都灭除，最后是这一句。我们读了这一句经文呢，就是修道然后到了这个寂灭之境啊，修道重要了。在修道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了解个人的在世间呢遭遇种种的苦难，这个人类社会遭遇天灾人祸，我们就是要修道的人呢就要明了这是个结果啊，结果是有造业，由造业来的呀。造业是因为起祸啊，起祸造业受报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世间面对个人的种种的这个苦，这是苦果，这个人类社会共同的遭遇这些天灾人祸，这都是果。这个果既然明了的时候了，我们遇见这个果啊，不要怨天尤人，自己觉悟，这是自己呀造成的，明了一切由自己造成的呀，心里就平下来，平下来就是啊，就能想办法借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普明来照啊。我们自己觉悟是自己的一份力量，自己觉悟才能感应菩萨来那个来普明来照，自己不觉悟，或者谁是觉得觉悟了，不能够按照这个教理来平心静气的啊，来转变心理的话，菩萨怎么样的慈悲，那个普明那个明啊，也加不上的啊，这叫慧日。就如同那个太阳可以照，就是世间的太阳也可以照啊，但是我们要躲到那个黑暗的地方，那太阳就照不到了。躲到黑暗的地方是自己造成的了。所以这是这个读了这一句经文呢，
我们当下就觉悟啊，觉悟之后就是这个遇到任何这个灾难的时候，马上就去转变，转变是心在转，心一转就能感应菩萨那个大光明来照，两种力量结合起来，它就发生了改变一切的这个功效。下面这一开始有一，这里是照应前面讲这个慈悲啊，慈观悲观呢、啊，慈悲观。所以这里面开始讲，悲体皆累增。下面叫慈意妙大云，悲体就是讲观世音菩萨身体，观世音菩萨这个身体就是个大悲体啊。戒呢，这个戒也是菩萨的这个身体。佛家讲这个戒，戒的作用就是不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身心约束好了，不让任何众生起烦恼。最浅显的意思，不要害一切众生，不但不能杀生啊，对于人，对于一切的这个众生都不能伤害他。这些戒啊，就是讲这个道理。观世音菩萨他是个大悲的身体，就是大悲的悲体。观世音菩萨这个戒身体就是一个圆满的这个戒律。我们普通人呢，要想度化众生，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啊，不吃戒不行啊，自己在戒律上不讲究，叫人家诸恶莫作，自己不受戒，不受戒就做坏事情啊，那怎么能够干？那人家怎么会听呢？但是我们普通人这个度化众生啊，要守戒。守戒不像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本身就是个戒，那种戒的庄严的自然就能感化众生。我们讲这个戒呀，还讲种种的方法呢，来劝人家学佛，要这个要是叫做布施，先布施啊，布施当中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畏布施，就很多了。还有这个用这个什么那个对众生，你看哪里众生，有些众生啊，你用这个折地方法不够的，不行的。你要对众生用折法骂一下，一下就把骂跑了。你还用爱语，爱语他能够听得进去这个言语，
跟他说法。这个以外还有这个凡是对他他认为有利的跟他说，还有同事他是什么样心理，现在做什么事情，那么你要跟他行这个同事的这个方法，这叫四摄法。这个四摄法就不容易了，有四摄法叫众生啊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所以我们凡夫众生啊，只听这个自己的戒律庄严还不够啊，还讲这些方法。观世音菩萨他这个本身就是圆满的这个戒体，自然的任何众生一见这个观世音菩萨就受到感化。观世音菩萨不必讲，我们就看着这个印光祖师，印光祖师那种威德，在那个时候啊，那些政府里面的高官、学术界的这个地位很高的，那在清朝考试的时候啊，除了状元以外，第二名就是探花。考上探花就不得了的了。那见到祖师啊，祖师用折服一折服他，马上就把他转过来。印光祖师有这种威德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已经到佛的境界了，想想看，他就是那一种这个戒德庄严的本，他就能感化一切众生。这个雷震，雷就是天上那个打雷的雷啊，雷声一发动就是震动啊，这是比喻的话。观世音菩萨他能够那种戒德庄严的身份，众生一遇到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那种这个大悲的体，以及整个身体的这个戒德，那种这个威德的一种气氛呐、也就是我们看人呐、看普通人呐、他有一种神气，这神气说不出来，但是可以体验出来。比如说，某个人在前面走，你在后面看，知道这是某个人，看他这个一举一动，他虽然没有说话，你就判断这是哪一位，是什么人，这是什么？他一种神气自然显示出来的。观世音菩萨这种唯德的这种神气啊，就像雷的发动的那种音声，可以震动，震动就是叫人心能够受到感化，能够改变。所以他悲体，以及他这个戒德
能感化一切众生啊，就像那个雷的那个音声，雷的音声就是也是一种气氛呐、啊，叫人心里一震动，心里就受到感化，就能改变，就是雷震这两字就是说悲体与戒体啊两种的那种威德的这种气氛呢、啊，所发生的那种功能。下面讲慈义妙大云，观世音菩萨这个词，这个词是大慈啊。观世音菩萨到世间来，就是要八苦娱乐，八众生的这些一切的大苦，与众生的一切的乐。这个是叫慈义啊，这个慈义就是包含这个前面叫悲体，就是叫慈，合起来的就是慈悲。这个慈悲啊，它不是普通教的慈悲，它是大慈大悲。什么是大慈大悲呢？祖师就注解出来了，无缘的就是大慈同体大悲，不管有缘无缘的，他都是要给众生八苦娱乐。这种慈悲啊，叫做妙啊，妙字，妙字就是指的这个妙大云。大云是我们普通看这个天空里有云呐、啊，那不算是大云呐、啊。这个大云是覆盖一切的，它能够众生一切的苦恼，他用这个大云给那这个照顾他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，就我们世间来讲嘛，那个这个也许比喻的不恰当了啊。天空里边那个有臭氧层，臭氧层破了之后啊，我们地下的这个在地上的这个人物啊就会受伤害的。有个臭氧层呢，它普遍的一遮盖啊，下面没事，不受灾害的。这还是就我们世间的，这个小小的这么一个遮蔽物啊。观世音菩萨这个大云，那不得了，这个覆盖一切的啊，凡是众生可能受到伤害的，他这个大云都把它，覆盖起来，让他不要受伤害。这叫妙啊！这种妙大云呐、啊，只是有云是不够的，必得有雨来灌溉万物。所以下面叫树甘露法雨，甘露是个形容词，比如说那个。在这个早晨呢、啊、空旷的地方，或者在山上那个
那个水蒸气啊结成那个露水，哦，那样好的法语啊，可以灭除烦恼烟。烟是什么呢？就是烧出的火啊，火光发出那个火光带有烟的那种叫做烟。这个呢是不是普通的这个烟？是烦恼烟。人有起烦恼的话，火气就上来了。火气上来的时候，你小的是自己身体有病，经常发火，经常火气发脾气的人呢，他身体会受伤害的。那么这些烦恼火起来的时候啊，他就是这个会造业的。所以这个法语啊能够把烦恼火灭除，烦恼火一灭除了，心里就清凉的了，他就学佛就有成就啊。这一呢是讲观世音菩萨用口说法，这就是法语。树就是树干露法语啊，树就是那个水啊，往下倒啊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说法，就像这个倒甘露那样的来这个给众生灭除烦恼业。烦恼业一灭除，这就生死就了了，了生死啊。这是口业，前面呢，观世音菩萨有身业、有意业，这是口业。后面是真诵净观处，不为君正种。念彼观音力，众愿悉推散。这一首呢，那么在这个应该是在前面，在这个前面那个这个与前面那个灾难灭除那些降伏那些灾难，在那个一类的，但是在这个后面这个讲呢，祖师也说过了，可能有些粗简。但是也可以这个说啊，前面那些戒子讲未来的些苦啊可以灭除，这一首偈子呢是讲眼前的啊，眼前那些苦，勉强这么讲可以了。那就是说真诵遇到有跟人家有这个有争执打官司，或者是这个到官府里面这些事情呢都是很恐怖的啊。一般人遇到这些官司都是感觉是不是一种很苦的事情呢。不为军阵中，军阵是作战，在战场上那是很恐怖的事情啊。在这些遇到这个苦的时候啊，念彼观音力，只要一念到观世音菩萨，有观音菩萨那种威力，众愿悉推散呐、啊，众愿指的真诵这个官司等等，到官府里边交涉事情，这就是愿呐、啊。没有愿哪有什么真诵呢？哪有什么
还有作战呢，作战是那是大的月呢，两军作战的时候都是怨气结成的，所以这是一念到观世音菩萨这种唯一这个大的力量，那一切的怨气啊就退散了，怨气一退散呢，那个战场就变化了。古时候作战呢，这就正是什么呢？正是两军这个对仗，所以我们现在作战叫打仗啊。打仗是两面那个敌我两面呢摆开阵势出来，那个阵势摆的就是两方面都有怨气在那里啊。所以念观世音菩萨。那个阵仗那个怨气就推了啊，推了就不必打仗了。上面讲这个五种观呢，下面讲这个音了，观世音的音了，音也有五种，妙音、观世音、梵音、海潮音、圣地释迦音、是故许常念。妙音，所谓妙音呢，那一个音声发出来含有众多的音声，这个众多的音声呢，哪一类众生都听得都明了，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众生虽类各得解。佛啊，观世音菩萨是古佛来的啊，所以他一个音声说出来的话，哪一类众生都了解。就拿我们人道众生来讲嘛，你是中国人，你是外国人，外国人还有很多外国的，哎，观世音菩萨这个音说出来，哪个国家的人呢都听得明白呀、啊、这就妙啊，妙在此啊。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大的力量啊，就是他这个妙音妙在哪里，都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，从本性里出来这个妙音呢、啊、所以他是众生哪一类众生都能听得都能了解。观世音，观世音菩萨他那个能够普遍的观察世间的一切的音声，世间的这个无边的世界呀、啊，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个、就是都能够观察的，清清楚楚的。所以他这个发出的音声出来。那么哪个世界的众生的言语，他都照那个世界众生的言语啊，说出来这个音声，说出来以后，都能合乎哪个世界的众生的心理，这叫观世音。梵音，梵音就是清净的音声，这种清净的音声呢，一发出来可以破除众生的一切障碍，这心理的障碍。海潮音，这个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的，那么世间的
一切音声呢，观世音菩萨听到了以后，他就能够啊答应一切众生所求，而且呢，这个潮啊，海潮啊，一定的时候，海潮起来了，不会这个错误时间的，定时，他又来这个海潮，这些菩萨应众生所求啊。最适当的时候就不失其时啊，就跟海潮一样的，一定有信用的。圣地释迦音，释迦音声那个有邪魔歪道的，他们那种音声呢，叫人修魔啊。还有那么实际上不是那个邪魔歪道，就有一些那个普通人呢、啊、他根据他多生多劫那个恶的习气发出音声来，会音会道的那种音声，那都不好啊。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音胜比释迦音呢、啊、释迦一切的音声都没有办法跟观世音菩萨这个音能够相比，这是圣果。再说呢，人道的这个有善心的、有善根的人，天道的当然有善根的众生，观世音菩萨的音声呢发出来，除了这副那些不好的音声，那个邪魔歪道除了以外，那么可以叫人天的这个众生呢发欢喜心。所以这是他胜比释迦音呐、啊。因此是故须常念，有这种五种音声呢，所以我们的学这个普门品的人呢，要常念观世音菩萨。下面就讲，就劝人家念的时候啊，不要存任何的怀疑的，念念无生疑啊。每一念的时候，都要这个深信不疑，深信不疑，你就知道。观世音净身呐、啊，他这个净身呐、啊，就是成佛的人才叫净身呐、啊。其余那个身，你比如说法身大师，他也是圣人，他没有完全净的，没有完全到清净的那个地位的。观世音菩萨净身，他是已经成佛的人，他是净身。那么这个净身呢，与苦恼死厄能为作一护啊，在众生的有苦恼、有生死的这种灾厄的时候，他能够做众生的一护。一护是什么呢？父亲叫护，母亲叫师，父亲死了就失了护，母亲死了失了师。师就师礼的师啊，也是心字边呢、啊，加个寺庙这个师字啊。能够做医护，就是说，他就是你的这个慧命的父亲。遇到生死灾厄的时候啊，他能够救众生的慧命，教众生就解决众生生死问题。去一切功德慈言是众生，成佛就是福慧两足尊呐、啊。佛啊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所现出的一切现象，
有这样大的这个能力，就是福德啊来成就的。那么这个还有那些神通力量，都是智慧所造成的，所以说能够有这样能够聚一切功德了，它就是福德智慧来成就的。观世音菩萨具备这一切功德，他用慈言示众生，他有这样的这个这么大的有智慧有福德，他那个看一切众生呢，看得非常周到，众生有求必应。福聚海无量啊，就表示观世音菩萨这个功德就像海量的，是无量的，就是这么多的功德。是故应顶礼啊，应顶礼，顶礼就包括三业，后面要长文结束。尔是持地菩萨，即从做起。持地菩萨在因地时候啊，那时候有一尊佛告诉他，你在平土地的时候啊，要把心地要平，所以他成就之后啊，就是平持地菩萨。持地菩萨从做起，前表不言，他跟这个禀告佛说：“世尊，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自在之业了，自在是观世音菩萨教化众生有求必应，都是自在的啊。普门示现神通力者，当知世人功德不少啊！啊，如果是有众生能够啊，这个学这观世音菩萨这一品，这个人的功德很多。最后这个记载着，佛说是普门品时，释迦牟尼佛说这一品的时候，众众就是这个大众之中有八万四千众生，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这么多的这个听众啊，都发了无等等阿耨，就是发成佛，一定要发这个成佛之心。说到这里，估计雪露老人就讲啊，就是念观音菩萨有这么多功德，但是我们呢，这个还是以念阿弥陀佛为主，早晚功课啊，平常我们在道场里边打佛七或者就会念佛，还是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观音菩萨现在就是西方三圣之一啊，他是在西方帮助阿弥陀佛来教化众生啊，他到我们世间来是帮助阿弥陀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弘化的戒引的。所以我们呢，还是以念佛啊为主，念观音菩萨啊是就等于念阿弥陀佛啊。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完了，但是呢，余地成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位居士啊，他在英国
从英文里面呢，这个翻出来有七首偈子，七首偈子前面有三句长行文，我们在这个文都没有的，那是与吕碧城居士啊从这个英文里面译出来的，好像就有张表啊，各位有没有在这边，在这边可以看看就知道了，这个不必讲了。那么知道有这个七首偈子，就有这七首偈子啊，证明那么这观世音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啊，他就是帮助阿弥陀佛来教化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啊，最后还是叫我们众生都要一定要发愿到极乐世界呀，这个意义在此啊。我们这一篇就在今天讲完了，下一次就是另外的一篇。